哎，陈志姐在跟我拿那个 PSP 的你就有空就带着去啊，啊，带着去进来看一下就好了，干嘛给他？他跟你拿，他怎么跟你拿？他问你们带学校去吧，还跟你讲说，哎，那本书拿给我。没有啊，我没有都给他了，我叫他自己去买。忘记了。我叫他自己去买。他爸会帮他买本书。叫我如何是好，和你一样忘不了。快，起来嘞，彤姐，起来嘞。加法伺候。好了，我们上礼拜讲的。哎，怪人在过肉出来的。上礼拜讲的。白菜同学。为什么到那个过肉开始？那常林讲了，刚耍龙多宝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啊，因为同学有时候可能会忘记我们时间的。哎，这是我的椅子 ，OK。This is my chair。Pay some respect, OK? 超大喂！啊，这是一条绳子哈，一条绳子。棒！我把它切开，切开几段来看哈。这边绑在墙壁上。好了，我这样施个力，我绳手就到那一个力，然后这一段绳子对我的手有反作用力。没有啊，让你帮切开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就把绳子切掉。这跟切开没有关系啊，就不用切。拉他就走啊。没有走啊，我说切开，我说切开来看，没有把它切断。虚拟化。切开来看。虚拟化。对不对？我先把赵东给切开来看，看他刚吃过什么东西，我真的把你切开吗？好。啊。切开来看。好，这段绳子，在没有切开之前，这段绳子怎么对我的力产生一个反作用力？有没有？有嘛哈、哦？好，我们看，我这边切开来看哦。切开来看，我的力会不会对这一块产生影响？会。比如说这一块，假设这是一号、二号，第二个线段，我们被第一个线段拉过去。有没有？多大的力？很大的力啊！你拉多少都。也是之前谈那个 F。也是 F 对不对？也是 F， 所以这力也是 F。所以第二段绳子有没有在第一段拉个力？什么意思？我第一段拉它 F 的力，第二段有没有拉它一个力？拉起来。拉第一段。有。那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关系嘛？啊，我这两条绳子，这是一条绳子哈，我当我这边拉开的时候，它之所以不会动，它停在那边不会动，为什么它停在那边不会动？我们只看白色这一块来讲的话，我如果拉那一个 F 的力，为什么白色绳子不会动？因为它跟墙壁连在一起。我们没有只看白色的话，是不是觉得被蓝色这块拉着？蓝色绳子拉那一个力，它才不会动。OK， 这样来想象吗？我白色的力，我这样白色绳子被我拉了，我用一个 F 的力，我们往这边拉，它之所以不会动呢，它被谁拉住了？被蓝色的绳子拉住了。蓝色绳子有多大力？F 的力，所以这也是反作用力哦。我拉它，所以白色的绳子对我的手有拉一个 F 的力。反过来，如果蓝白之间，白色绳子拉它一个 F 的力，蓝色绳子也拉它一个力 ，F 的力。好，那你就把它切断，这边切断一条绳子。啊，再往这边延伸力眼过来的话，这力是不是拉它一个 F 的力？白色绳子也拉它一个 F 的力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在绳子的那一端，你把它任何一个切开了，你可以看到。这边有个力拉它，多大力？这边有力在拉它，多大力？也是 F 力。所以通常这绳子里面的任何一个点切开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一块被一个力往这边拉，这是 F。这一块被一个力往这边拉，也是 F。这东西叫做绳子里面的张力，叫张力哈，叫张力。所以绳子里面的张力呢，简单来讲就是绳子里面。
任何一段彼此之间的拉力就叫生热张力。这个力呢会等同于最外面这个力在拉它多大力，它生热张力就是多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等？我刚刚解释过了。我刚讲为什么会等。好，再解释一遍。绳子，当我拉它两公斤在拉它的时候，这个蓝色两牛顿的两牛顿的力在拉这个蓝色绳子的时候，为什么这蓝色绳子不会动？因为它被白色的绳拉住了，是不是？可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它后面那边有，就是它被更大的力量拉住？更大的力量去拉住就往那边走了，是不是一样？对，我去推墙壁。墙壁推了多少？我推它十牛顿，墙壁推了多少？十牛顿。我去推它，为什么墙壁不会动？因为墙壁卡在墙下。它顶住了，它顶住，就是我推这个黑板之所以不会动，是黑板后面的墙壁顶住了黑板，对不对？我推它十牛顿，然后后面的黑板推它几牛顿？十牛顿。啊？十牛顿，对不对？所以才有抵消嘛。你现在坐在椅子上，你几公斤？五十公斤。好，你五十公斤。所以地心引力对你作用力多大？五十 G 牛顿，对不对？啊，请问椅子支撑你的力是多大？五十 G 哈，也是50 G， 会不会大于 G？ 不T 啊。那个？50 NT。NT 牛顿啊，有人写 N， 有时候会写 NT 都可以。什么台币？好吗？什么 NT 啊？牛顿啊？有时候写 N， 有时候写 N。什么爱情？好，你坐在椅子上，所以椅子支撑你的力就是50 G。会不会大于十 G？ 为什么不会大于？因为作用力跟反作用。这不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哦。我没有往上跳。啊？因为我没有往上跳。对，因为你没有往上跳，因为我们讲的是作用力作用在它身上，椅子作用在它身上，这不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哦。好，现在回来看这里。我这条绳子被一个力往这边拉两牛顿，可这个蓝色的绳子没有动，为什么没有动？它被白色绳子拉住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白色绳子拉它多少力？两牛顿，对不对？所以蓝色绳子被白色绳子拉住两牛顿，所以这力是相等的，所以它蓝色绳子没有动。你要仔细听哦，你不仔细听，你可以写作业，我就往下讲，因为这边目前听起来是你对这边有疑问，所以你要仔细听，因为你的这个疑问。好，我们看白色绳子，白色绳子然后钉在墙壁上。所以白色绳子被这个蓝色绳子两牛顿力往那边拉了，白色绳子之所以没动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被绑在墙壁上，所以墙壁它四个力嘛，墙壁它四力多大？两牛顿，对不对？两牛顿。所以简单来讲，我们看到这个蓝色跟白色绳子中间，你看到蓝色，如果把它切开过来，看到蓝色绳子被白色的力两牛顿拉的，白色绳子被两牛顿力往这边拉的，这是绳子跟绳子间的拉力啊。那我如果从这边切开，中间是不是也是同样道理？把、啊、真的切开好了。好，这边也有个力，拉它，这边有个力拉它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边拉它多少？这边拉它两牛顿。这边拉它多少？两牛顿。都一样，所以你在绳子任何一个地方切开，你看到彼此的拉力都是相同的，只是方向相反。这个东西就叫做绳子的张力，啊，有东西叫 T 啊 ，tension， 啊，张力，这个张力都等同于外面所施加的力，对不对？对。对不对？这样有道理的吧？有道理的哈。OK， 好，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那绳子有个好处，绳子柔软，所以绳子可以转变方向。所以假设这边有个滑轮，我有一条绳子跨过它。我去举一个物体，假设物体的质量是 W， 所以地球对它施力是多少？ W 是 W G， 对不对？牛顿。后面讲 W 公斤重也可以，公斤重跟牛顿一不一样？一样。它都是力，是一样的，但是它的大小不一样，要乘它一个 G 才会一样。G 是重力常数，对，重力加速度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请问一下，我这边如果拉住这个东西，不要让它往下掉，我需要施多少力？不知道。你觉得呢？因为有一些滑轮
这边你没有，你不知道就不要去想那一段。哦，还是出 W。是不是我的例子要跟他一样，这就不会往下掉了？是不是？省不省力，我们大家再解释。但是我们这边那个这条绳子只转个弯啊，只转个弯啊，所以你把绳子每个点切开，每个张力是都一样，张力是都一样，张力都一样情况下，到这边到这端点的时候，让这个力要等这个力，这个力要等这个力，这个力要等这个力，这个力要等这个到这边来，就这个力要等这个力，它能平衡嘛？所以这边所施的力要等多少？要等 Wg， 它就能够平衡了。啊，这叫绳的张力，有问题？没有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问题。我现在把一个滑轮，把一条绳子固定在天花板上，一个滑轮，一个绳子固定在天花板上。这绳子经过一个滑轮。一个人在那边拉着他，啊，在滑轮下面呢，中间的地方挂了一个东西，假设质量是 m， 所以受的力性一定是 mg， 对不对？好，我请问这个人要往上拉多大的力？二分之 mg， 怎么来的？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段，我们只看这一段，我们现在只看这一段，睡着了？没有睡着。我们看这段哈，这个 mg 被谁平衡了？是被这个力跟这边的力平衡。是两边分的。啊？两边都共同那个。两边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哦。两边的，因为这是同样绳子张力，对，所以这两个力去分摊它，所以这个力会等同于这边的力。那这个力呢，到这边会被墙壁抵消掉。对，墙壁是不是一个力？我人的那条丝同样的力跟那力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两个力会等于 mg， 所以我的力会等于二分之一 mg， 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省力的，有没有省力？有。同样道理哦，我省力了，我假设往这边拉，拉了两公尺长，我往上拉，拉两公尺长，那这个上升多少？一公尺，上升一公尺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它要推二，因为它旁边绳子要拉一公尺掉，这边拉一公尺掉，它才上升一公尺嘛，才上升两公尺嘛。哎，它上升一公尺，那我身上拉了两公尺才可以啊，是不是？因为它拉两倍绳的长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金鸡的做功的概念，功，功等于什么？距离。功等于力乘以距离，对，是不是？我这个人做了多少功，用了多少力？二分之一 mg。是不是二分之一 mg？ 对。我的距离，我作用了多少距离？两公尺。两公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做的功是多少？是不是 m square g g m 是公尺，所以是用这个用二就对了。反正啊，是 mg。啊，做了这么多功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东西，它的位能增加多少？这是一公尺啊，对不对？位能是什么 ？mgh 嘛，是不是？嗯。h 多少 ？h 是一。是它位能这边是 mg， 是不是两边加分？对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是，我做的功，就恰巧等于我。对这个物理做功，它能量增加多少？它能量增加就是我所做的功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能量不灭嘛，我做的功等于它的获得的位能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做的功，就是位能。啊，我做了两公尺，我把这绳子拉两公尺，用这个力拉两公尺，我做了这么多的功，是恰巧等于它位能增加的大小，有没有？这边是不是看到了？有没有？我看一下。哦，有啊，好，同样道理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那个
假设你现在听有困难，没办法听下去，就写作业。赵东，你写完了吗？我们现在要解释作业，麻烦去写作业。好，现在没有打瞌睡 的空间，没有睡着的空间。有没有看怪你睡着就跟着睡着？啊，我没有睡着。你明明就有睡着，一直昏昏醒醒。那就是睡着。可是我都在关键时刻回答问题。你要回答问题，不见得。哎，赵总，去拿作业上。去拿作业。你真的想睡就去洗把脸，好不好？不行，去拿作业上来。我们现在堂课要解释作业了，你那个部分没有写完，我们解释。要今天早半个小时起床。是吗？到昨天。要早半个小时。到昨天超晚才回来。嗯。比我还晚。OK， 好，没关系哈。所以，滑轮是这个样子。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方法哈，咱们来设计另外一个滑轮。我来设计两个滑轮。我们设计另外一个滑轮怎么样哈？来看一下。什么？方形的滑轮，方形的滑轮，那不是人啊！特殊的，好像没有方形的滑轮。好，我们在墙上挂个滑轮，挂两个滑轮。啊，我前面有一个东西，我现在绳子呢，从这边固定端拉下来，所以这边有滑轮。我的绳子先通过这个滑轮往上拉，再通过这个滑轮。再往下，再通过另外滑轮再往上，好，好累。你少一个滑轮啊？那这个东西有小用吗？什么？没有，没事。你明明讲话，为什么就没有了？我说，因为冠宇没有学。啊，你本来。啊，这个质量是 M。是。所以地心引力对它施力是 mg。Yeah。对不对？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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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分之 mg， 四分之 mg， mg， 四分之 mg， 四分之 mg， 同学，那俩滑轮重量一样吗？那俩滑轮假设没有重量，神奇的滑轮呢、啊？假，通常那个都要假设啦，我们假设滑轮没有重量，你假设滑轮有重量的话，你不麻烦的，而且假设没有摩擦力，啊，超级神奇，没有摩擦力。滑轮没有重量情况之下，绳子也没有重量情况之下，你要这样施力要施多少？没有，怎么那么重要？它掉在两边，我们掉在两边。啊？同学猜一下 ，mg 四分之 mg 五分之 mg。浩轩猜一个。多少？就五分之一。我就是二分之一。二分之一，一票，这个是比一下啊。还有没有答案？来，龙轩猜一个。只有三个可以选。龙轩说：“我要创造是1/100。”你说多少？我说我在我还想一想呢。啊，四分之一。他说四分之一 mg。我有可能是那一句啊，我不知道，我还在想想一个。猜三个电梯。那得不到三个是数字的。又碰麦了。真是最麻烦的。赶快，勇敢的猜，用力的猜。多少？来，我先说一个。不是你刚刚增加那个 YouTube 的互动，就是对摄影机说。欸、那我要不要去翻过来，然后再对着修一修？谢谢你，不用了。让你猜猜看。来，进来，教官们，多少？我觉得四分之一。多少？四分之一。六分之一。七分之一。你来乱的啦！就你刚刚猜多少？你刚刚说。哎，不要擦掉我原本。
你刚才说哪一个？我刚才说四分之一。你刚才说我也说四分之一。你也说四分之一，我也说四分之一。没有啊，我刚才说二分之一啊。你刚说二分之一。那你
所以它没有抵消哦，它本身产生的力，它产生在红色身上的力是不会抵消的，是红色拉的白色的力被谁抵消？被蓝色拉的力抵消。没错，看懂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每个绳子身上都有个力向当它，所以四个力拉着它，它四个力拉着它，所以每个力等于四分之一 mg， 所以它叫省力。那假设说我把中间那颗滑轮给取消掉的话，那个滑轮就走把第二颗最上面左边那个，最上面左边这个，那它就会变成二分之一了。当然没有错啊，当然没有错啊。我另外一个做法哈，我找把绳子，你今天固定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可以固定在板上，对不对？绑住了嘛。取消到这力要多少？我用多大力去施力 ？Hello。二分之一。啊，二分之一票。还有没有？加五个。二分之一。三分之一两票。三分之一。三分之一票。来，龙圈。啊。猜猜看。这两方是三分之一哦，三分之一，等一下，这是三分之一哦。来，赵东怎么样？要把指数都六分之一了，七分之一了。来，龙圈，没有，我们要选择指数。浩轩，二三五七七哈，十十一十三十七，千万哦，九，龙圈二三。一定要用分析的，不要。我记得三一变成二分之一，千万不要乱记哦，没有这个答案。三七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说法，没有，千万不要乱记哦，一定要去分析它，分析绳子的张力，分析。不要去接下去拉它。啊，你要想看这根木头被几个力量去拉它，啊，然后这绳子张力是彼此一直相等、一直相等、一直相等，到时候要等它拉力，对吧？好，再不考虑。滑轮的重量，在不考虑绳子的重量，在不考虑摩擦力的情况之下，请问我的力量要多大力才可以把它维持在那个位置？多少？三的三倍啊！多少？等到我叫他了，那你不会用嘴巴讲哦？你不会用嘴巴讲哦？你没有嘴巴讲哦？啊？你没有嘴巴可以讲话？没有。没有，那你怎么说出来的？啊？你刚刚说没有怎么说出来？马上脱口。啊，赵东说一个。我不是说六分之一吗？啊，六分之一可以 ，sorry。董轩。好难。哪里很难？我跟我一样是六分之一啊。我还是六分之一。二分之一啊，石头，我帮你，这是紫红的哈。紫红坚定的。来，董轩。三分之一。还没改压的，没有了哈。最后你是小到了，耶，加一点。斜点，斜点终于行一点。冠宇，你要比一下。紫红是二分之一的，然后赵宗在哪？赵宗哎，我六点了耶。赵宗不是六点吗？赵轩，好，赵宗。赵宗不是那个吗？六分之一的吗？对啊。你要跟他们那个互动吗？来想一下，我是一个 EF， 所以这边有个力向上 F， 对不对？对，我这边是一个力向上 F， 好，到这边来最大问题了。在这个身上是有个力向上的 F， 有吧？拉 F， 是不是？我这边也从这边传过来了，是不是向上拉 F？ 拉 F， 因为我这个整个 MG 有几个 F 在拉它，有三个 F 在拉它，所以我 F。等于 mg， 对不对？ f 是等于三分之一 mg。Yes。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哪里来三个 f？ 你自己要拉。这个身体有个 f， 这个身体有个 f， 这个身体有个 f。哦，我自己自己拉一个。啊？自己拉这个 f， 你也不用在它。你自己拉这个 f， 没有用在它身上。
这个 A 不是靠绳子传过来的、啊，对，你的力没有直接用到身上嘛、啊，对，所以这个力向下 F， 所以它传到这个绳子，这绳子就向上 F， 那个上下，这绳子向上 F， 不应该向下啊，这个向上啊，这个应该向下、啊，哪里向下？这个向上，那旁边就应该向下、啊。这我们要来再解释一下绳子的张力的问题。好，来看一下，这绳子呢，在这边它透过它，它向下拉一个 F 的力。它之所以不会动呢，是因为这白色有向上拉它一个 F 的力，但绳子是会转弯的，所以到这边来的时候，你看这白色，白色在这边嘛，白色向上拉一个 F 的力，是不是这边会拉被它拉一个 F 的力？所以这就被向上拉一个 F 的力，这是向上拉一个 F 的力。所以绳子这绑到这边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向上的 F 的力？所以这绳子本来是向下，它传到这边变向上，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啊。但传到这边真是有一个向上的力。里面就应该是向下啊。啊，这个力向下。啊，这边力如向下的话，那这样才可以直入。这是向下没有错，但是切开来看的话，这绳子向下拉着这个绳子，这绳子比向这一块拉一个 F 的力向上，上力是朝两边拉的嘛？啊、哦。对不对？我们刚刚解释过了。所以你这个绳子拉它 F 的力没有，拉这一块 F 的力没有错啊。但这个 F 这个绳子没拉向这个绳子一个向上的 F 力，是吧？每一块绳子一切开，一定是有下面被上面拉住，上面被下面拉住。但是我们向下拉的没有用啊，因为这个是固定的不会动啊。向下拉的都没有用，这不会动。向上拉的会去支撑它，所以向上拉会把它带动，是不是这样的 ？OK。好，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滑轮嘛，再看我们就可以往下一个张起来走了哈。好，有一种滑轮很特别，叫做齿轮。哎，这么刚好滑轮齿轮，滑轮贴着齿轮。好，好靠背的滑轮哦。应该不是这样的话。哈哈哈，笑你！你们在让你笑其他腿。好，上面呢有个滑轮。好，我们的东西呢是从这边，这是挂住的、哦、啊，这边一个转轴啊，这边有个勾勾，勾住一个东西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的绳子呢是这样子走的，想看，绳子是这样走的，再走一圈，啊，再走一圈，然后绑在中间的位置，绑在中间的位置，啊，绑在这个轮子中间的位置，嗯。啊，这个轮子是绑在中间位置，所以它是转轴，这轮子转轴。所以我向下拉的时候呢，我用 F 的力 ，F 应该得多少，它才可以维持不会动？大一点点，它就可以向上移动了。想一下 ，F 应该等于多少？等多少？就跟这个一样 ，F 要等于多少？你要有，你告诉我们那个滑它的那个宽啊？没有，没有摩擦力，没有摩擦力，这个距离吗？啊，这个距离，距离差。花的距离，三道花的距离，就差距杠杆的距离。杠杆那个距离，那叫 torque 吧 ，T 力。哦。杠杆那比较 T 力，那叫力矩啊。那力矩。力矩。就是力矩。跟力矩没有关系，简单来讲哈，这边的力矩跟这个力矩是相等的，因为这个花轮是一样，半径是一样，你只考虑这个花轮。在这边的时候，这个半径跟这半径是一样，所以它力矩是一样。这边半径跟这边半径是一样，所以力矩是一样，所以不用考虑这个东西。啊，就一个滑轮来讲的话，它的力矩是一样的，啊，来多少？多少？想想看。想想看，好，想想看，来，赶快，哎，连妹。我跟在台上，你 sure？ 我在台上。但你在台上想，不要挡到别人就可以。哦，六分。你挡到我了。六分之一，第一个答案出来了，六分之一。石头你挡到我了，很难不挡到吧？对，你要不要跟 YouTube 的观众互动？YouTube 观众，哎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连妹妹。
今天我们要解说一下，有一个人，他叫做陈管员。男神，谢谢。哎，你要把它松开好不好？要松哦。螺丝要松开，不然你这样硬挤，然后又卡，又坏掉了。这个吗？对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陈管员，他是一个很智障的小孩。赵忠，哎，陈管员他是一个这样智障的。为什么？所以你在讲？哎，看来子红已经完成他的答案了。好吧，那多少学点？学点表示。无法想象。猜六分之一。啊，猜六分之一，两票。六分之一。三票。连妹妹表示。我猜四分之一。这你刚刚没有开始。一票。那一票直接花掉了。六分之一，四票。哇，六分之一，知道了。我下课再跟你讲好了。什么东西、啊？我有点搞不太懂，从刚开始就搞不太懂。你被搞到不太懂。你要尝试站着。没有错，非常好，我跟你讲非常有道理。听不懂的请到后面去站着听，好不好？就是有错。那，怪你这个。滚出去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两个人一起唱？因为两个快睡着了。来，方军唱那个啦。第一个回答问题。看，所以，你要唱，小毛病你要唱那个。OK， 所以下午的时候就。你也许我不会是有常常讲过考试以后的状况嘛？考试的原因就是有时候我写对了，但是我不懂。大部分的情况这样子，我写对了，但是我不懂，因为有些时候只会考试。但是我们真的是要知道为什么，所以有时候我不太在乎你的答案对或错，我在乎的是你的计算过程对或错。你计算过程如果是错的，答案是对的，实际上我会认为那个也是错的。然后你考了这么多学分，但你始终是答案是错的，但你计算过程对，通常我认为至少有90%的几率是对的。啊，假设那题是十分的话，那题至少你得九分，我认为这样，就算答案错的，但你计算过程是正确的，你思考逻辑是对的。至少那你是九分的价值啊！啊，我认为这样子。好，来，浩轩。让。浩轩说一下吧。东方麦啊，说看。你要回来了。这样看的比较清楚。好，非常好。来，浩轩说看，说一个答案。赵东高同学是四三之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四颗花的。是站票啊！六分之一好。我准备做一个小小的这个，小小的，我们古时候有个酷刑啊，这种酷刑，非常非常严格的酷刑。来，我们看看这题啊，叫做上课不这个利益传进来了，寂寞他，所以他对他有个 F 的利益，他对他有个 F 的利益。刚刚传过来，他这边有没有 F 的 D？ 看 F 的 D。对，然后你可以想象，这整个华人是它是固定的，它是跟它固定的，所以像它这东西被几个力往上拉？六个力，被六个力往上拉。哎，那乌啦。这六个力，这边往上拉，这边往上拉，这往上拉。那我去帮忙加分。所以六个力在往上拉。我是小老师。我已经开始不想加点。来选一点，再加五点。然后赵东你选哪个？只有赵东不适合，其他都是。靠腰。浩轩你要选吗 ？No。浩轩有没有问题啊？这个问题。烦呢、欸，我坚持我的自我，这些盲从的家伙反而都加分了。这个世界背叛我，哎。你们这些追求不断的人，竟然都被你们撞到了。不是半点吗？不是半点。哎，我的眼神怎么都不见了？好、哦，被吃掉了。你快做实验，我你做实验做完，你做你吃住我自己好不喝吗？对啊，他掉在这边，然后我就掉在你头上。哎，我的哎，不要让同学我看到你的眼神了。没有哎、欸，小鱼，你讲什么？
那个子龙在做实验的。太扯了。不行不行，要让明显。全是红线在代替。好，没看见有在说在去。你干啥啊你？讲的东西还是骗你。啊，我想起来有一条生命没有。是没有。嗯。这还好，没有那么急。电杠那是多好吧？就跟高了起来吗？那么冷，比较高成本的。上这样还会有点冷，我下来就有点冷。有一个中国的酷刑啊，你们看过没有？我来了。是一部好看的电影。袁妹妹要亲自示范。对啊，我下课一定要睡觉十分钟，一定要啊！有一个这样吊臂的东西，然后把你吊在那个上面。他一直把你死。放没有，他把你套到河里面，然后等你快要挂断拉起来。好恐怖！就还有一个水晶，不是拿水晶，然后这样就把你搞到崩溃。不是怪你。没有。我觉得有一种是怪你，有一种是他的已经比较厚，比较。来，现在做这个，两只手。当初还没有。来，你来过眼吧。来，示范，你们，我已经知道五零之一，半钟。来，这一下，首先分开一下，先分开。哎，站起来。别站起来。靠背。先拉一边就好，先拉一边就好，先拉一边就好，先拉那边，拉那边。OK， 先放。好，放过去。看到过吗？
都有看过。有水习惯，然后比较有那种什么椅子的嘛，那个啊，走，阿姨啊，别打手啊！干你那么长，干啥呢？刚开始玩的，这就是西洋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这样子的话，这个结构，他们拉的话，一样长的，他们可以承受，对，走不到，可以把这力量扩大几倍。我每一边都有六条绳，然后这边就有五条绳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是五倍的力量在拉它，那边的话就有六倍的绳在拉它，六倍的力量在，你们都坐上去看看，看不懂，坐上去。差不多吧。一样。啊，这绳子就有肯定不行。你好粗。然后你手抓，哎，路边停了，可以停了。